会。所以这个知道关键的所在就要去做啊，不是只有知道啊。是我们正在做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案子，我没有否定掉你们的专业啊。我一直刚刚跟你讲的是，根本你们是怠惰啊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三个月拿出办法来，不会告诉我们还是2015吧？我们会按照我们国内的情况，我们会集体直追，请相信我们，因为日本曾经落后韩国。好，我要告诉你三个，我已经给你三个月时间去拿出来一个政策，但是我如果拿出来还是2015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而且还50%，我更没有办法接受。好，谢谢委员。